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我们来到哈斯达特，从这边目前是最美的角度，就是在这边了。请看，大家让你眼见为真，就在你的眼前。就是最美的地方，就从这个地方来看，看到了吧？哈斯达特之美景。现在是下午的4:20，我们4:30要上车了。好，看一下湖光倒影，旅行遇见新世纪，幸福克罗米提，多洛米提之旅的第一天。好，拜拜。